上拳，强攻篮下，火，漂亮，自投自抢，身体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。对，落位非常清晰，就是来打林红权这一点。转身的抛投没有，再起，好球，漂亮，高举高打。今天的首发是吧？哇，哇，也是他们常规首发，也是他们今天常，也是今年赛季里常规的首发阵容。李洪权呢，又是利用自己的冲击制造了不同的犯规。但我们改换了空位，改换了一个发动。漂亮！看一下李洪权，好球呀！抢断之后的双手暴扣。球看看能不能给篮板青春这边带来更多的气势啊！李洪权正面拿球，强攻，好球！确实有能力、啊。李洪权这么打，对方一定要夹击。对，好低位，李洪权一打三啊，漂亮！准备一打一，正面一打一，正面一打一，加速，好球！转身抛投，好球、哦！太难了，一打二。一位很深的位置，漂亮！领先着六分。回防到位，这球断下来了，扣篮的机会，漂亮！李洪权这场比赛完成了个人第二个扣篮。哦，对方的也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，这个失误对于他们来讲是致命的。好球！这是让他们致命的失误。三人节。被盖掉，